说起娱乐圈的女神，从十几岁开始都有大家喜欢的女神，有的女神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淡出了娱乐圈，还有一些保养得当的女神从出道至今颜值还是那么高，惊艳了不少人的大美女关之琳，即使现在55岁 L 但风采依旧，堪称娱乐圈不老女神，前不久还被曝搭上小鲜肉，可见魅力不减当年。关之琳与李连杰主演了黄飞鸿系列电影，饰演十三姨。关之琳素有香港第一美女之称，活跃在荧屏中的有名人物，一直是娱乐圈中的话题女王。关之琳不只是在演艺圈中事业有成，在时尚界同样也是如此。关之琳经常以不同的风格出现在一些公众场合。近期不老女神关之琳某活动，一头利落的短发，身着亮片短裙，也显得十分有活力，红唇更是显出了整个气场，可以看出她的皮肤仍然非常细腻白皙，虽然脸上的皮肤有一些松弛，毕竟不年轻了，有些显老态，穿着高跟鞋的她两条大长腿也是十分的笔直秀丽，依然有年轻时的风采。不过在照片中看到手臂惊现老人般，年纪不小的关之琳老是正常的。关之琳表示自己已很少出席公开活动，目前在忙于经营生意，经常要飞来飞去，但觉得愈忙愈开心。在没有 PS 没有美艳的时代，她就是女神了，那时候的女神是真正意义上货真价实的女神，因为没有半点的虚假，